防疫期间，台湾的口罩外交帮助许多国家对抗疫情，而其中捐赠100万片口罩给德国。但日前德国政府才被质疑哦，不敢公开的感谢台湾，连台湾两个字都说不出口。而现在又传出了在对岸的压力之下，德国外交部的官网竟然悄悄地撤下了中华民国的国旗，留下了一栏空白。不过呢，德国外交部就解释，这是因为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。德国在台协会则是澄清，做法跟美国一样，蓝卫从来没有放过中华民国国旗。疫情期间，台湾捐赠口罩给德国协助防疫工作，不过德国外交部却这么对我们。官网上台湾的蓝卫竟然看不到中华民国国旗，德国联邦记者会上，记者好奇追问，台湾国旗怎么被消失？ Sie wissen um den besonderen Status。Von China, Sie kennen, von Taiwan, Sie kennen unsere Haltung, unsere Eine-China-Politik. Also wir haben keine zwischenstaatlichen Beziehungen mit Taiwan. Es ist kein von uns anerkanntes Land. 德国外交部解释，全是因为一中政策，台湾不是德国承认的国家，所以跟有邦交的国家做区别。德国在台协会澄清，没有因为中国压力而拿掉国旗。蓝卫空白是因为将网站委外管理，技术处理上比较慢，未来希望放台湾指标性的图示，强调做法跟美国一样，并没有放台湾的国旗。外交部，我们对这样的差异的做法无法接受。我方已经表达，希望德方能够更平衡而且更一致的方式，来妥善调整德国外交部网页设计的问题，避免造成有歧视性的误会。驻德国代表谢志伟还原真相，德国外交部有说，基于国旗有国家承认的象征意义，所以网站没有放我国国旗，撤除的说法跟事实有出入，但没有国旗这件事会继续争取，网站上少了国旗要想办法补上去，空白栏位恐怕不敌国际现实。记者萧美吴翔三台北报道。